我们都知道，植物王国诞生了一位拳王美须藤。然而将士大元帅听说后，于是找到拳王阿泰。听说植物王国也存在一个拳王，您去植物王国教训一下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拳王。于是拳王阿泰带着一群僵尸来到植物王国，找到了美须藤。你就是植物拳王，你跟我打一场，赢了我们僵尸王国就承认你拳王的身份。你要是不跟我打，我们王国就跟你们王国开战。为了植物王国的和平，美须藤无奈地接受了挑战。大家得知拳王阿泰要挑战美须藤后，纷纷前来观战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谁能获得胜利呢？觉得拳王阿泰能赢得请扣一，美须藤能赢得请扣二。比赛开始，拳王阿泰一个接。美须藤成功打败深海巨人，完成一穿四的战绩，美须藤是当之无愧的拳王。